好爸妈，朱茵24小时陪女儿。这年头生完孩子要是没瘦身成功，你都不好意思出门，非要赢个辣妈的光荣称号才觉得有面儿。不过身材再火辣都只是外在，内心和行动上做个贤妻良母，才能够真正拥有稳固的家庭。紫霞仙子朱茵就是各种典范。上周末她一头利落短发现身北京出席活动，不老容颜和好身材自不必说。在台上朱茵还自发感慨当上妈妈之后的转变。如果我没有这个机会成为一个妈妈，很多很多人生的一些感觉我都没经历过，他也很黏我，所以几乎我24小时如果被工作的话就是跟他在一起，24小时全程看护。朱茵要当尽职尽责的好妈咪。自从去年生完女儿黄茵后，她就很少在媒体面前露面，就算工作挑选上她也会有所顾忌。我也挑一些能够配合我自己实践的一些工作，比如说一些电影啊，一些广告啊，那花我的时间不需要太长的工作。